你对台南熟不熟？台南还行，台南不熟啊，但海岸路有听过，吃饭的地方，热炒一条街，牛肉汤啊，好多牛肉汤啊，安平都欢迎好吃，哎呦，不要只有吃的，我跟你讲，我等下带你们去一个地方啊，要多转，我跟你有带钱吗？有啦，这来台南需要带钱，太屌了，骑车骑起来，这是什么行程啊？ 变得皮皮，要卡哈打车。哦，公公耶哦！耶！很爽。你踩到我的手指了，对不起。既然环岛嘛，东南西北，我们已经到达一个点，心里面会有一种成就感，有一种骄傲。哇，极限！耶！ 极限挑战，第一个，来，我的极限。